一连三天庆祝泰国新年的泼水节从4月13日开始。不过，在迎接新年来临前夕，南部大城府居民和游客已经率先同当地大象互相喷水和泼水，预祝新年来临。来到这里的游客在庆典举行前在大象身上彩绘。来自苏格兰的游客尼尔·赫默说，这些奇妙的动物让泼水节鲜活起来。欢庆泼水节的人在大街上拿着水桶互相泼水，为对方带来祝福。泼水节为期三天，泰国人早上到庙宇祈福，又向佛像浇水，象征洗去厄运，带来新开始。这位从首都曼谷来到大城府的游客说，他喜欢泼水节，这是首次来到大城府，看到大象也玩水，觉得很有趣。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在4月举行，刚好赶上泰国最热的月份。当地气象局说，本月气温可能上升到摄氏40度。